罗卜坡古来就有楼兰古国的传说，刻盘碎片落在那处，倒是在意料之中啊。喂喂，尉迟哥，装什么深沉呐？快走啦，风大！查到过贺兰铁罕的罪证，是在何处？铁卫军史塔。哼，贺兰铁罕和他的铁卫军贪恋横暴，还把脏水泼到我们大夏皇室身上。 可是，我为什么独自离宫，前往宿州呢？我到底是遗忘了什么？哦，开始吧。哎，那两人好像是斋女和不动尊者。他们应是来找我们的，我们快过去吧。哎，等等，于西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躲起来，听听他们在说什么。 这主意好，总觉得他们天天在算计，而且我们不用靠近他们，一在这儿啊，就能听见他们说话。刻盘早几年交给你们，是为了用锈药之力稳住早已失衡的石轮仪轨。现在地脉之变，该是已将楼兰下部转去原处了，留着刻盘半点用都没有。那斋女以为要如何？ 彻底毁掉刻盘，没有刻盘中的星耀之力加持，石轮仪轨就会彻底废去。石轮仪轨凝世人之怨，抵挡生世间魔障。若无此物，世间就算不毁于幽冥，也会生灵涂炭。生灵涂炭也是百年后的事，但幽冥降临却是迫在眉睫。难道就毫无转机了吗？ 转机，你们石轮宫选中的人可不就是转机吗？只看你想如何用了。走吧，高昌之内的事想必已成定局，我们还是早做打算。巧啊，居然在这儿遇见了你们。西哥。 确实是巧啊，羽韶荣藏起来了，也是，他是被逐出四象门的人，估计是不愿和西哥打照面。哎，白头翁，你东张西望探什么呢？他呀，当然是在找殷殷殷。殷无邪呢，私在何处？西少侠，那位春兰姑娘没和你在一起吧？春兰啊。 春兰今天早上和我在前面的客栈分别了，她说现在那儿歇着，等有缘再见好了。这就好。哎，你们知道这儿的雾是怎么回事吗？雾怎么啦？你们竟然没发现，这雾气是被那头的法阵运出的，那法阵竟是影响了天象。啊，又是法阵？啊，你要去探查吗？一起去呗。法阵吗？是呢。 我需要花些时间探查。没事儿，我们保护你。等你探查结束吧。对了，小心那些沼泽中迷失的魂灵、魔火，他们喜欢隐藏起来，然后悄悄地攻击你。谢谢你们了，不过我这探查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，这段期间其他的事情就全交给你们了。哦，这边音乐不错。 开个动画好了，符合一下气氛。哎，当牛郎也是要本钱的啊？你以为？ 我没有本钱呐，我没有。
哎，差一点点。被挡住了。哦哦哦哦，有点痛。那我觉得西哥等一下会死，完蛋了。好，硬没弄死就算了。那死掉没关系。OK， 还好。但是我有逼你，免惊。西哥不要死啊！还好。很快打通了啊！对，我今天活动还没打，对，我等一下去打一下。你呢？竟然是石之精散落在抽取地脉能源的法阵上，引起了天象变化，出现浓雾。免，是因为石之精影响了法阵吗？传闻石聚生煞，而石之精乃是煞的源合，乃石凝聚之物。但其实也不一定，毕竟也不知道石降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规律。这回多谢你们了，我还要去别处再探探，后会有期了。找你们好一会儿了，英兄。幸亏少爷我机灵，绕了这一圈，不然还真找不到你们。你们这是打算离开了？也不想想我会等你们，你们这真是……我本来还以为你们会从高商门前出来呢。哎，怎么不见李幼姑娘？哼，美人自己走了。走了？不过也对，他一直给我感觉神神秘秘的，和你们仨一样。啊，对了，斋女让我带话给你们。斋女大人，她和你说什么了？反正那神雀宫的斋女说，让你们去什么地方就行了，按照原计划行事就行。又有什么幺蛾子？
容易见到家面店，居然还点素面。别问依依吃饱没，当然没吃饱。别的不能吃，羊肉那是两脚羊。两脚羊那是什么？人没那个好吃吗？酸的啊。嘿，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就怪不得我们哥几个了。哦，原来是吃人肉的客栈哦。哦，就这样。既然干了这种行当，遇见我们算你们的报应。嘿，口气不小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能耐。哈哈，卑鄙，竟然用毒！小心避开毒气范围就是。咱们几个还能真的着了他们的道吗？尉迟哥，这可不一定哦。某些人早前在凉州可是……嗨，小昭，你也不看看那是为了谁？嘿，这个时候还嘀嘀咕咕，你们也未免太不把我们哥几个放在眼里了。这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弟兄们，上！五千银子能换楼里红牌的苏绣帐子。你也掂量掂量，您这说的好听，来人查上来，给那名帖填上去，说圣国丧期间流莲花街柳巷见者可杀，那您也瞧好了，给谁抹的脖子呀？您那藏床底下一刀抹的痛快，那是皇城司主事啊，谁查国丧期间流莲花街柳巷了？还不是皇城司？我那不是那时候不知道吗？你们聊，我们先走了。依依，走了。哎，等等笑容啊，姐姐。总有一天，家乡的食灾能被消除吧。春兰，你到底找我做什么？殷公子，谛听有自己办事的法子，天玄门与我谛听结盟，我们替你们往朝廷内找地脉图，你天玄门便不得再插手此事。那你们一找几年没半点消息，我总不能一直等着吧？何况现在朝廷都又开始注意地脉的事情了。那你当初就不该和我们打交道，接我那抛出的玲珑球做什么？杀了那掌事儿的，抢了他的令牌又做什么？不懂规矩还是怎么着？你打算如何？玉无邪一公子，你觉得我们打算如何？你老板娘武老板，你把他迷晕了要干嘛？那留着他干嘛？没事儿还把人引到这些个分舵里面来踢场子啊？那您打算把他给……蠢丫头，咱们去开封把这个人给金送去，他们那儿不是心心念念司相门的秘密吗？我看西哥那丫头对着小白脸有点意思，给金人送去，他们想来是能从西哥那丫头那儿问出点消息来。那我们就等着，就能知道四象门那失传符咒到底和地脉有什么关系了。老板真厉害，学着点吧，你别和赵佑玩久了就和他一样呆头呆脑，就知道死守着什么一诺千金，也不见他真能有什么好结果。当年白露不也是？不提了，我们走了。学着点儿，你别和赵佑玩久了就和他一样呆头呆脑，就知道死守着什么一诺千金，也不见他真能有什么好结果。当年白露不也是？不提了，我们走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告示？怎么贴到这儿来了？风吹日晒都看不清写什么了。让依依来看看。有匪打劫，
是不君子，怎么把卫封贴在墙上了？上面在说有匪徒打劫，并非有匪君子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果然是府衙发出的海捕令悬赏。小龙，悬赏令？难道说抓了这告示上的贼匪能领赏金？没错。靠海捕令发家致富喽！啊，这长得都差不多，怎么找？花钱买命，真的贼人究竟能什么面貌？其实不重要，才没人关心。没错。哎，小子，本尊听你们刚才念叨的是天学门的切口吗？我之前听说他们好像在创命之间里搞什么鬼，你们要不要借着切口去探探？尸鬼和妖魔打了起来。这倒也没什么奇怪，毕竟认真算起来，尸鬼和异兽也不算同类，物种相斥，不就打起来了？免，李友怎么来了？莫非斋女让他来的？也是了，他熟悉这里上古法阵。这法阵是能感知到我吗？竟是突然发起了攻击，难道说这上古法阵实际上还是被人操纵着的？那操纵这些法阵的人究竟是谁？林幽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法阵在攻击林幽，若他是黑衣，那我们只要不动手。上古法阵怎么还攻击起人来了？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，李幽姑娘被法阵压制，怕是不得脱身。她周围尸鬼和妖兽相斗，怕是有危险。于西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李幽姑娘坚持不了太久，我们得去救她。玉池哥，你别想东想西了，人呢，总归不会忘恩负义。你今日救了她，来日说不得是缘法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也没说不去救人。我们从妖魔和尸鬼之中经过，怕是会成众矢之的，倒不如利用妖魔与尸鬼之争，棒喝相争，渔翁得利。
怎么样？这法阵或是被人动了手脚。在这里，白手，有完没完？现在我手上可没刻盘啊，你还来干嘛？躲开！和你说话了吗？尉迟，你们走。嗯，这离忧的反应。阿良，快保护离忧姑娘。啊，好。白手来的蹊跷，不如看他来此何意。都给我上！遵命。啊，我怎么跑到这里来？没事，你们知不知道面前这个？白手将军。将军，为何不还手？九阴。下回要记得还手啊。我们快走。尸鬼和妖魔其实也并无区别吧？还是有区别的，毕竟妖魔也是天地生养之灵，但尸鬼却不是。所以人偶也不是天地生养的。您还是想告诉九阴这句话吗？是，我好奇呀，九阴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弃变成人的念头呢？九阴想知道人偶与这世间生灵区别究竟在何处。我曾在拓魂那儿为一个名为什么的小女孩延续过她的性命，她无知无觉，即使那时候她其实也不能被称之为人。那然后呢？她一直未察觉，一直觉得自己尚且是人类。你看那甘陀寺的和尚，即使已经只是魂魄的载体，却依旧记得过去的江湖。你已经过高昌古城，知道了幽皇最放不开的事，怎么还不明白人和人偶之间的区别呢？主上在那处留下了一缕残念，设下重重禁制，不想被人发现。哎，怎么说你才会懂呢？存有念想，那是生灵的事，你有这样的念想吗？你有刻骨不忘的过去吗？你有后悔不及的事情吗？没有。等哪一天你有了后悔莫及，有了求不得、贪嗔痴，或许就与人类不再有区别了。所以，其实人偶与人的区别，只是记忆带来的执念吗？姐姐，小龙，怎么了？怎么不走了？姐姐，我想起有些事情要办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怎么走的这般着急？你们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问了你怕也不会说吧？既然这样，我们问什么怕是都得不到回答，何必再多问？有些事情没到那一刻下定论，或许都是太早。话虽如此，但我还是有事想问美人啊。哼，你问。美人是要去哪儿啊？这么巧又遇上。去何处？这得看你们鱼姐姐不是吗？我们正要去罗布泊找。理由姑娘，这次可也打算与我们同行？自然是要一同去。我听闻早年罗布泊曾有地下洞窟，那处似与楼兰有些关联。于西啊于西，你知不知道自己邀请的是谁呀？
还觉得美人是那黑衣，鱼姐姐倒是觉得她是神阙宫的人。十有八九她就是玄冥教的圣女，错不了。于西怎么就觉得她是神阙宫的人呢？真奇怪。咩？这样啊，那我们不妨试探试探，一有主意。什么？若她是圣女，知晓我们去处后就会有所安排。我让我朋友，对朋友，在我们要走的路径地下挖个洞，届时我们就假作陷入流沙，其实就直接掉进地洞啦。朋友？你有哪儿来的朋友？玉韶荣？咩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。美人若是圣女，定不会与我们一并陷入，还正好能甩脱我们。这主意不错，但你那朋友办事可真牢靠。你现在还能怎么办？好吧好吧，就听你的。小空洞，真奇怪，看着居然有点像。这地方我有印象。十里山河道似乎也是这样的布局，此类的地方四象道士有记载，说是用于切断地脉，但也有些别的说道，认为可能是扭转了地脉走势，其实就是所谓的借势，或满足建城商贸，又或者有人在这个地方求仙问道。小荣所言我也听过，但这荒山野岭的，见这有什么用？李幽姑娘以为呢？不知道，四处看看吧，或许有通路能出去。那个好像是素丽，哎，居然不说话，这是怎么了？好像被什么迷住了一样。龙虎坡本就是奇诡之处，我们还是快些通过，免得旁征之劫。要是想动手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知道了，只是那最好的机会你怎么就错过了？就因为小九出来了？你一直跟着我？哼，我跟着的是圣女，真当你们这些两面三刀的人就能让幽皇派我出来了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主上这般信任你？因为我知道的事情也是他想追问的事情，宿命到底是什么？又是谁在操纵？白首将军，你就不想知道吗？根本绕不出去。依依，别乱转，快过来。阿良，你有看见离幽吗？没看见。你找到出口了？这，阿良，我有事想和你说。关于离幽，我觉得他……我们先找离开的路再说。于西，此事过会儿再提。哎，
想那120年前，楼兰城断为两截儿，下半截儿就在罗布泊地下。那时候，应该没有这佛窟吧？就算这回地脉流转已将楼兰下半截转去了原地，那也没道理凭空多出个佛窟。哼，谁修建的？还是说是哪儿的地下佛窟被转来了这儿？真古怪，不是吗，圣女？你总算舍得露面了，月牙泉一别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你一路跟着居然能忍住了不动手，这可不是你做事的风格啊，赤练。对你，我怎能像对其他叛徒一样呢？毕竟你可藏着幽黄药的东西。哟，好快的身法。哼，幽先生让你来抢客盘，看来他是真的很信任你。找到了，在这边呢。黎幽，你这是？身边这位不介绍一下？哎，这高帽子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他莫非是大殿里那个栾在看的画卷上的人？是他？哟，你们来的可真不巧，我正想对这小妹妹做点什么，外人就来了，可真遗憾哟。哎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你们觉得我要怎么办呢？真是伤脑筋呢。阿良，来者不善，我们动手。这才对嘛，小妹妹，既然你们想动手，那我这就找人来陪你们玩。喊出人来就想走，没这么容易。只是把无关紧要的人先打开，免得碍手碍脚，妨碍我们培养感情。滚！看来你其实就是不想我走，也罢，姐姐我呀，这就活动活动筋骨，陪你过两招。我只是拿个宝物而已。哎，到底还有些能耐呢。至于你，我们再见。今天谢谢你们，我有些事情需要去办，再见了。算了，别追了，过几天说不准又该见面了。况且现在看来，刻盘确实就在这附近。只说了在罗布泊，你又怎么知道就在附近？况且你这确实两字又是什么意思？这儿又是地下佛窟，按此前十里山河道、莫高窟诸如此类地方，莫不与地脉相关。虽传闻都说是切断地脉，但据我们此前的发现来看，这些地方其实是扭曲了地脉。这么一想，竟有些像为了达成什么目的。雨姑娘此前也说过，都是为了什么特殊的目的。我想这最后一块刻盘掉落的位置，或许会和楼兰地脉都相关。这听闻百年前楼兰二分地下的部分就在罗布泊，难道我们误打误撞竟是进了这儿？这就说不准了。是啊，毕竟地脉流转，谁知道当年什么牢石子的半截楼兰又转去什么地方啦。
听我的，阿良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你是想说理由很可能就是那黑衣人吧？你什么时候才到的？哼，很早，只是大致确定黎幽就是黑衣，却是在高昌古城外。当初相见时，他说是高昌古城来，后来又在月牙泉边遇见，说接回自己的父亲。那时候我还未曾多想，只依稀觉得有些古怪。罢了，不提这些了。你想问我为什么这样还接着选择和他同行？我们并非他对手，挑明身份对我们而言也不利。此事你且当我未提起过吧，我只是心下有些不甘，又有些觉得难受罢了。毕竟他与我们相处一路，也未曾对我们动手，他只是因为想要星轨刻盘才与我们对立。于西，其实与黎幽同行，我本一直在想法从他那儿拿回刻盘，只是没机会罢了。现在想来，一路同行倒也不是坏事儿，毕竟谁人无心。什么意思？想来这番是进了最后一块刻盘落下的位置，想来他和玄冥教的另一位主子都会来。看玄冥教的样子，他们不是一条心。等到了那个时候，黎幽，你会怎么做呢？这边应该小关卡吧。拦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进去。阿良，我们别和这些人浪费功夫，快点进去取回刻盘。撑住，我去求援。战速决，趁他们援军未到之前攻进去。该死，还是晚了。糟了，他们闯进去了，要是左右二使知道了，我们不就……左右二使这不是有事离开了吗？想点好的，里面都是迷阵，他们进去了也不一定能进得了地下。你真的打算帮圣女？将军不是早已经知道了，还来问九阴做什么呢？九阴，我不想与你为敌。但将军，你已经做了选择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说话呢？九阴，我们离开吧，从这里离开。圣女和主上之间的矛盾，我们为何要去做这牺牲品？但九阴不想主上再遇见他想找的那个女人啊。若是幽界降落，那他就不会再有其他念想了吧，就会是我们的主上了吧。九阴，这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？主上的过去和我们有什么相干？再见，将军。阿良，最后一块星轨刻盘碎片就在这里了，我们拿回这块刻盘碎片就回石轮宫。拿回这片碎片就回去？啊，不是说是需得拿回所有的刻盘碎片吗？雨姐姐怎么突然又这么说了？阿良，我只是想……先不提这些了吧。雨熙，想来这刻盘碎片轻易是拿不到的，这最后一块刻盘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人牵扯进来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阿良，刻盘竟在这儿吗？这儿留下的痕迹似乎是秀耀之阵，像被盖上的印章，秀耀之阵看来曾在此处出现，想来楼兰的下部曾流转至此，现如今，
看来地脉已将楼兰城的下部分带回了初始的点了。只有你来了，幽皇呢？他难道以为你能击败我，帮他抢走刻盘？你不也孤身而来？你认为？啊，看来九阴在这附近了，他人呢？既然能帮你炼制出十只猿，他人在哪儿呢？无需寻他，我从未命他加入此局，这不是他该卷入的纷争。呵，但你此前已将他卷入了纷争，不是吗？我的小姑娘确确实实背叛了我这个造物主啊。幽先生，所以说玄冥教果真如我猜测，一教二主啊。啊，你果然也来了。人都到齐了，既然这样，想拿刻盘就各凭本事了。好，这一战呢，击败幽黄跟黑，我觉得他们会自相残杀一阵子，所以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过去哦。现在我们互打一下，这边放硬件品还是放谁比较好？放硬件品吧。对，放硬件品。愿尽绵薄之力。哎，这边有宝物吗？哎，是不是没有？哎，有，好。啊，有宝物哎。那是不是要放？还是要放夜明龙啊？啊，算放夜明龙好了，这样拿宝物比较简单。阿良，敌强我弱，此番要拿回刻盘，想必得智取了。知道，想来得谨防他们联合作战。照以我而来的分析，他们之间本就有嫌隙，再加上方才听见他们的言语，想必能用言辞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。如此一来，方能有胜算。圣女，你真的要和我作对？你的一招一式都是我亲手教的，你觉得我要的东西你能抢夺得到？我星鬼刻盘不可能给你。先生，既然你从不愿唤我的名字，只当我是圣女，那我便也就只是罗侯族的圣女。说点什么能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呢？哎呀，我记得这边是选一，是不是被骂？这应该选二吧。最大的阻力，眼下确实如此啊，圣女，你说呢？幽先生，你能这么想，该说是我之幸。见识力。哎哎，猜对了啊！为了不过是吸收那被困住的魂，为了知晓过去之事，为何不直接问我的父神？罗侯神，他只是念化而生，知晓的只有怨愤。历史也不过是谎言的酝酿。嗯，这言辞中似也透出了可疑间的嫌隙。想一下哦，幽皇，圣女似乎不想让你知道更多，我选二好了。幽先生，我早猜到你本不为父神重归，却没想到我们居然真的会走到今日的局面，但你不会如愿的。耶、yeah, ，成功！见识力，白手，到你上阵的时候了，拿走刻盘。嘿，没想到吧，小子！阿良，小心！幽先生，你果然留了后手。九阴，你不是让你不要来？
圣女。九阴。将军不必再多言，九阴的选择早已告诉将军了。所以小姑娘，你果然是选择了圣女这边啊。嗯，主上，九阴对不起了。将军记得还手。九阴。主上，你该知道会有这天的。九阴。将军此生成错爱。九阴。阿良，拿走刻盘快。啊，哦。求不得，曾离别，这世间之愿从没消散。有成，兴许才能改变这些，你觉得呢？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些？你听见的那熟悉的乐声，不正是从幽城传来的？你在怀疑你的身世，你的父母，你的一切。阿良，我们快走。啊，好。记住了，尉迟，刻盘不要交给于西，如果你不想他那么快死的话。你不会以为刻盘碎片在他们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吧？你知道吗？石文公可是有办法销毁刻盘的。但他们此前一直将刻盘藏在石轮仪轨里，他们此前会这么做，这回想来也一样。哼，天真！刻盘中的星耀之力能稳定石轮仪轨百年，保世间百年。但你降下幽城，尘世灰飞烟灭，想必迫在眉睫。他们定会销毁刻盘，再想他法稳住石轮。这不劳你费心，我自会拿回最后一块刻盘。天真，你真以为尉迟那小子不知道你是谁？知道也正常，我本就从未对他们谎话。既然如此，那届时再见吧，圣女。啊，不，从今往后玄冥教再无你的位置，你此后只是罗侯眷族的圣女了。但你别忘了，罗侯眷族的圣女是什么？幽先生。于西，玄冥教少了这刻盘碎片，就不可能降下楼兰幻城，所以我们犯不着找到所有刻盘碎片，是吧？嗯。既然这样，那心法对你造成的侵蚀，我们眼下是不是应该想法子？我无事。但是，阿良，把刻盘给我吧，我来保管。不了吧，之前不就一直是我保管刻盘的吗？没必要好端端的换你来吧。阿良。于西，我不会给你的，原因你知道。阿良，你打算做什么？这话或许该我来问你。于西，你还要做什么？或者说，斋女还是石轮宫，究竟还打算要你做什么？楼兰下部既已不在罗布坡下，或已随地脉流转回了原处，我需去确认这是否会将楼兰幻城引出。若是当真已出现，那罢了，不说这个。其实这事与你无关。你要去何处确认？阿良，你既执意保管刻盘，那就别与我同行。玄冥教之人定也会前往楼兰。我与你一道。你回石轮宫去。回石轮宫路途遥遥，不知道会发生何事。尊者和斋女手眼通天，自然会来找我们。何况楼兰再降之事至关重要，他们定会去那儿。我与你一道。我们去烽火台，那处能看见幽城，也就是传说中的楼兰幻城。
喂喂，好像有个镖师在找你们，快去山河治里看看。